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上一期 Friday Night Funkin 中呢，咱们让这个 Ink Sense 感受到了人类的险恶。今天油管的作者莉莉 Alien 又将这个祭奠的 mod 给做出来了。咱们来化身 Frisk 挑战 Guest， 看看谁是新的说唱之王。老规矩啊，游戏链接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，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去领取。唯一不同的是啊，这次的 mod 需要安装在原版的游戏文件夹中，所有文件全部拖进去替换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规矩就是按照原版的游戏来，每按错一个键都会扣分。不能再像上次那样用脚都能打了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来挑战试试看能不能一条命过关。开始今天挑战，走起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是我 boyfriend， 这是我的女朋友 girlfriend， 这是我女朋友她爹，坚决不同意我们谈 friend， 所以我现在啊，在通过说唱战斗的方式赢得前摇滚明星爸爸，也就是我未来岳父的同意。这就是原版 FNF 的故事背景。而今天要玩的祭奠 mod 的作者，把它替换到了第六周的索恩斯上。上期有小伙伴笑话我说不敢挑战原版的困难模式，哼。我是不敢挑战的人吗？啊，我那是根本挑战不过去，好吗？所以呢，自由模式调到最后一个。来啦，祭奠他来了。最下面呢，我和祭奠的血条已经出现了。这个影子看起来的话，是原版的前辈啊。前辈，你玩的很开心是吧？原地一个雷，祭奠闪耀登场。然后呢，就是例行的赛前垃圾话，反正我是看不懂。如果有看得懂的小伙伴呢，不妨在弹幕里帮我翻译翻译啊，看看他到底在说什么。不过我猜啊，他一定在说王小薇，哼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你死定了。Battle 开始啦！好的，小毛作者呢把人物也换成了夫，哎，这不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打最后的呼吸最后一阶段啊，我被虐的那是差点口吐芬芳。如果没有看过的小伙伴，可以去我的主页翻一翻。嗯，不过还好，听这个前奏好像不是很快啊，也有可能是简单练习模式的原因。开始了。不得不夸奖一下这个原作者的细心程度，要知道现在这首歌是他自己合成的，专门为了祭奠这个主题。别学习啊，都已经被我压成这样了，依然脸上保持着微笑。哎，有点难啊，哈哈，哎呀，这次的 mod 和上期的那个 Ink Sense 比起来，真的是要简单不少啊，真的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手残党，轻松又愉快，拜拜。好啦，游戏链接已放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哦！啊，记得还要感谢一下原作者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